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素姿，由我来播报本周消息。主日9月28日，攻守圣餐，请弟兄姐妹预备心，领受上帝祝福。哈利路亚。这一颗石头是底波拉的石头。哦，主啊，要把祷告的灵传递给幼儿、给小孩、给老师们。Amen。主啊，这个石头啊，会带给整个教会更大的能力。我们大家跪下来，好不好？主啊，这个石头会带给整个教会更有祷告的能力。这个石头被高摩之后，他们就会充满的能力。Amen。经过我们手的高摩，每个石头都化成你的生命，化成你的殿。主啊，我相信这个石头摆在家里都会神迹奇事发生的。这个石头是带着荣耀的恩膏。主啊，这些恩膏要传递到我们的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这个恩膏要传递到台湾的我们所有看我们网站的兄弟姊妹。这个恩膏要传递到世界上跟我们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要传递到新加坡，传递到美国，传递到加拿大。主啊，我们要传递到中国，把祷告的灵传递了。主啊，祝福我们，这只是个开始。我相信这是个开始，一个教会新的开始。主啊，我们要开始继续鼓励弟兄姊妹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感谢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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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请各位站起来。我们怎么做呢？把神圣的事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我们再次祷告，开口的祷告，让借着这个石头传递到弟兄姊妹的时候，那他会为教会来祷告，那么也为我们的网站哈，这个 YouTube 开始来要做了，那么也为淑文啊、全淼还有石长老来祷告，好不好？哎呀，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要传递这个新的东西，哈、哦，我等一下跟他们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去做这个东西，哈、哦，好不好哈？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让这个石头能够传递到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传递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神啊，让每个地方都充满着一个赞美的灵，哈利路亚。我觉得哈，这是一个帮助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开始为我们建堂祷告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哈。他是在做祷告用的哈。那么一定要经过你的手，给你的门徒们，给你的祷告的人。那每样东西你自己做的时候，你会有成就感。而且每一个人来领的时候，一定要不要轻易的给他，要为他做祷告，你知道吗？哈，我们为这块板子祷告，好吧？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能够托住这个石头，哇，这是一颗最美的石头。最美的板子，然后呢，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力量。神啊，主啊，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啊，祝福着我们，感谢赞美耶稣，一切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让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神啊，高牧我们的弟兄，让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充满了属天的智慧、知识、聪明能力，让他真的有组织的能力，把所有祷告的人都组织起来，一个坚强属灵的团队，这个团队是教会里面最坚定的团队，是一个最强的团队，通过祷告打击魔鬼撒旦的团队，这个团队呢是一个赞美的团队，他们要充满着赞美的灵，哈利路亚，哎们主啊，使用我的弟兄，他不是用的话语，是用的神的灵，哎们，哦哈利路亚，下拉基亚，好吧，哎是啊，用我的弟兄，哈利路亚，梁琼月牧师宝座前的医治特会讯息，于9月28日礼拜天下午2点与晚上7点，邀请弟兄姐妹把握机会参加，从神领受医治与更新。上年牧区举办中央节主餐，时间在9月30日拜日的中午12点，地点伫个府前四街，会集中日本料理店。费用会员每一人收100元，
不是会员的每一人收300元，邀请上年牧区的兄弟踊跃出席参加。接下来我们要以最喜乐的心，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天桥教会的大家长林宪平牧师。